今天要素过多，速来客。看肖那个赞刚发的这个图，这沙发有没有很眼熟？王那个播2019年晒的头盔，这沙发。还有这张图，修手表不要太明显。没错，这是锤了 Watch 手表。俩人这是比着秀爱情手表。还有这刚说好的有线耳机，这是告诉我们你就是故意的是吧？再来看这爱情小风扇，是不是有点太刻意了？预告一张打什么马赛克？这是老公又给买新的了是吗？三个点就是我想你，你这是有多想他啊？还有这烤脑花，巧了，上过天天向上呢。除了臭情侣，